没被放弃，还有个你等在结局，无法言语此刻的心情，已经绝望还在降临，请别介意我的笨拙迟疑，毕竟我也不常拥有感情，因为常常小玉，好，我讲完这个段子，好，等一下，你不要走嘛，等我，我想，就我其实真的很会骗，
因为有的时候小玉问我说我今天唱怎么样，我说很好，我讲的怎么样，很帅，够分啊，可以，他两个在帮我，好好好，好 OK。